定开不开心？确定？你要这样子，你要这样。开心。对，来跟我讲一次，小宝开不开心？小宝今天开不开心？好，对不起，休息一下。小宝心事很多。对。Action！ 开不开心？开心。开心吗？不开心啊，都没有在演戏啊。哎，不开心了。又没有开心，又没有成功。回家了，成功。耶，回家了。秋宝啊，秋宝啊，今日你还买成啊？还买成啊？哎，受差啦。小宝今日开唔开心？小宝讲唔开唔开心？今日开唔开心？ Yeah！ 今日嚟，今日先嘅嘢边？小宝，今日开唔开心？开唔开心？我中意你。我中意你。我觉得都系告白。喜欢你啊！喜欢你。真的吗？我在教你怎么讲。再讲一次，我听。再讲一次啊！怎么会有这么幼稚的人呢？喜欢你，小猪猪嘞，小猪猪，好可爱，小猪猪，以后都叫佢小猪猪。系啊系啊，我系妍飞，不要把枪，不要杀我，你看他想把我杀。我也猜呀，对不起，我也猜呀，这是撒娇方式，根本就我也猜呀，不要，我还要跟个八岁小孩谈恋爱，最后就是对着里面谈，对啊，如果他没有很上来，我就不用太上，我会上来，会上来，会哦，他会，他是撒娇高手，好，不打脸了，再任性一点，超可以，二三四，跳起来，你也要吃哦。那你刚刚不说？你真的从来都没有想过我的感受。你吵架高手吗？你是唱戏？我好可惜，真的很生气，太生气了，太生气了。就苹果而已吧，不了解你讲什么啊？八点看，重点不在苹果，重点在心，没心。你有遇过这样的男生吗？真的，我有时候也会这样，在超专心做事情的时候，真的是根本就没有想那个，是吧？你们干嘛来人家家？对，我们是来人家家，是不是？像个巫术。哇，不行的，他们这样拍很认真。我们的婚纱照还在制作。出来了，帅吗？但是我想到我们的未来，就听说永泰是水瓶座哎，水瓶座怎么样？对，马上对下去。新郎新娘拍照，拍给王学宇看。王学宇他是我。王学宇输了啦。对啊。我们脸靠近一点，害羞点，开心一点。我也在想，我们俩的关系到底怎么样？笑而不答。婚纱照能拍吗？没结过婚，对，这边只有你知道。结很多次婚了，每一出都结一次。我可以在这边吗？可以，我知道，整组都左脸。因为我也是，对吧？你也左脸，没关系，没问题。对啊，你有霸气哦。有吗？怎么会想跟他离婚呢？我就搞不懂。但是现在我会把你追回来，妍飞，你等我，好吗？我会让你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，离开那个王轩宇。小屁孩。可是王轩宇是鲜肉，没有压力。对呀。那就看妍飞喜欢吃什么肉了。现在。那你是什么肉？算了啦，保鲜肉呀。五分熟的牛排，好不好？好，可以。三分我五分。可以。还是不错。现在穿的蛮像的。在那边，在地洞吗？进来，你们现在都说一圈话，我叫我先看圈一圈。好，来两位 ，OK。想跑就走，差点要把持不住那个距离。快来吧，怕是心灵了。有什么？我叫我性感的双唇，真的怎么了？嗯，我，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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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是我比较出来，还是后你啦？不好意思，可是毕龙，你就是要毕龙会揍的、啊，揍来揍。马克不想，马克害羞。如果是马克毕龙，我不要。我会紧张的，我会紧张。把持不住那个距离，怎么挡不住？不是他挡不住，小心我也不用这一招吧。不要闹了，好热。那你知道他的练习对象是谁吗？庆兰。还好。我是不是啊，我是说。哎，大家。你转弯就是右边，你捏住的那个地方，后面的手。哦。这样转，就是这样进来。天分的，因为这人只是手碰头发的熟悉感，那我再教他没多久，他就已经给扭上去夹起来，已经算完成的不错了。那你要不要让他绑一下吗？还是不要好了，我觉得害怕是不是？我有点害怕，我怕头发又更少了。你知道我头发有多细软吗？我们等一下算一下会用到几根，小心哦，头发不多、哦，不用头皮屑，还有跳蚤。你在牛抹布吗？有啦，他刚有。对啊。你看，其实一切过程顺利，出乎我意料。按摩就是按头啊，按穴道，太阳穴，然后穴道在哪就可以去打按摩。哇，结果发现现在男朋友就。这样好吗？你在学会打按摩哎。好可怕。按爆他。来，去手机打，去。哺乳装，我搞不好我想要有小孩。现在这个多元成家啊，对不对？有小孩的时候就直接单穿，你知道吗？外面再套个外套。真的有像哺乳装，完了，全世界以后我只要穿这件，全世界都是我在哺乳。公司没有育婴假，你问我们老板，你问啊。然后我刚刚走路走路觉得那个，是的。恋爱科学又是诈骗集团，又是黑社会。然后我们看到秘密了。秘密，我跟你说，我刚才看到了秘密。你一定要相信我啊，对不对？我想到什么做什么。每次都是你来善后，没办法，他们两个中看不中用。怎么这样说？我就在旁边哎。发耳掉的话，这些鸟事就要我自己做，所以不行。所以我还是要留一些，你知道，工具人。虽然只是那个摩西黑马后的概念，我有什么可以担任职位呢？他可以去骗男客户，对，帮我们吸更多的男客户。我要出两倍的价钱，我要先挑颜值。请往你的右边照，就知道我们换女生。是他不爱女人那种。对啊，那还不行吗 ？Sorry。我真的没有骗人，我把钱都拿去房子，缴房子的头期款了。是真的，你看到女生会不会比较心软？一定会啊，绝对会。那咪咪这种会？真假？瞎？真的好瞎？暖男，暖男，我这已经不是暖男了，好不好？我希望我生活中也是这样的人哦，这样我是不是就不用尽力了？不想努力了。我给我钱怎么了吗？我没有逼他们要给我钱。你从那么漂亮的人选择结婚啊，不行吗？所以我要跟他们过一辈子，他们给我钱是错的吗？没有错，没有错，没有错。对呀。